我们很喜欢 Blue Mountain Academy 的环境，让我们来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喜欢这里和为什么我们把这里当作家吧。这里被美丽的蓝山山脉和安静的环境所包围。 BMA 是一个你可以提高你的学术能力，发展你的领导力，学会去服务他人和在思想上成长的地方。 BMA 提供包括科学、历史、数学、音乐、英文和圣经的强大学术环境，并且在高中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大学的学分。我们的领导力和工作能力也能够通过职业体验课程和领导力项目得到充足的发展，还有机会可以在天然农场和汽车维修厂锻炼我们的动手操作能力，而且甚至我们还能够学习飞机驾驶理论，真正的在天空中飞翔。我们还有很多展示音乐才能的机会。Bel Canto 提供了学习八种和声和用多种语言唱歌的机会。我们在韩国、巴西、西班牙、罗马尼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墨西哥等世界各地通过音乐与他人分享基督文明。 La Sonata Ensemble 是高级守灵合唱团，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周边各州广泛演出，参加一年一度在俄亥俄州的守灵艺术节，并在百慕大、牙买加、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中国和墨西哥等地演出。我们的管弦乐队和合唱团经常在校园活动中演出，给每一个人学习一种乐器和歌唱的机会。喜欢体育运动的人在这里也有许多机会。我们从每天早上6:30开始锻炼，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锻炼带给我们的变化。每天清晨我们都能准时起床准备出发，我们上课更加清醒和认真，并且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大。Aerial Arrears 是我们的体操队，教给大家空中翻越和团队合作意识。我们每年在很多州演出，并参加 Southern Adventist University 的艺术节。我们也喜欢玩篮球和足球，或者每天下午在体育馆里和朋友交谈玩耍，尝试各种运动和活动。BMA 总有很多愉快的事情要做，但是我们也有充足的时间做作业、课程的项目和自我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每学年年初拿到一台笔记本电脑，为了保证互联网浏览的安全，每个电脑上安装了我们班级所需的软件和必要的过滤器。BMA 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文化学校，也是基督复临安息日的学校。精神成长、基督教律和与上帝的关系是我们课程的一部分。我们每周都会做礼拜。安息日的学习是我们有机会去领导和教导。在周末，我们会谈论影响我们生活的事物，并从圣经角度学习实用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宿管和老师非常关心我们，他们经常听从我们的心声，跟我们聊天，指导我们，并为我们祈祷。
宿舍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喧闹感，在这里我们可以与他人建立联系并发展友谊，持续一生。我们在校园中就可以交到来自世界的朋友。在 BMA 所经历的课堂、音乐、运动，对领导技能的精神重现，如何生活更加绿色健康，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增进友谊的过程，都在为我们的未来做好准备。赶快和我一起来更多的了解 BMA， 它将永远地改变我们的生活。